杨丞琳美颜写真组图，不得不说李荣浩的眼光很毒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杨丞琳真的好美，特别的有气质。图片中这一张写真，我们可以看到杨丞琳的妆容和发型都很好看，衣服也很好看，主要还是人好看。短头发的杨丞琳更加俏皮可爱。在这张图片中，杨丞琳身在粉红色的花丛中，穿了一件粉红色的裹胸紧身裙，妆容也就是很简单的妆容，但是给我们的感觉却不简单。这一张几乎没有化妆的杨丞琳，小编觉得杨丞琳脸上的那个痣很迷人啊，也很独特，不会让人感觉是多余了，反而像是绿叶和花朵一样。这张图片中，杨丞琳一身牛仔衣套装，小编个人很喜欢这身衣服。这张的妆容也很简单，但依旧很好看。你们觉得杨丞琳好看吗？欢迎下方留言评论，记得给小编点赞、转发和关注哦。